王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第四案，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内政委员会分别于111年12月22日及112年12月7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王召集委美会及罗召集委美林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并邀请相关机关列席报告并被质询。于报告及询答完毕，旋即进行逐条审查，与会委员听取说明与询答，并经审慎研商及缜密讨论后，将全案并案审查完竣。本案并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罗召集委美玲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罗伟美玲补充说明，罗伟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请宣读第四条。第四条，本条例所称枪炮弹药刀械如下：一、枪炮指制式或非制式之火炮、监视武器、机关枪、冲锋枪、卡柄枪、自动步枪、普通步枪、马枪、手枪、钢笔枪、瓦斯枪、麻醉枪、猎枪、空气枪、鱼枪及其他可发射金属或子弹具有杀伤力之各式枪炮。二、弹药指前款各式枪炮所使用之炮弹、子弹及其他具有杀伤力或破坏性之各类炸弹、爆裂物。三、刀械指武士刀、手杖刀、鸳鸯刀、手指虎、钢铁鞭、扁钻、匕首各如附图立示，及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查禁非公正当使用具有杀伤力之刀械。前项第一款、第二款枪炮弹药包括其主要组成零件，但无法供组成枪炮弹药之用者，不在此限。枪炮弹药主要组成零件采取一种类及杀伤力之认定基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五条之一维持现行条文，第五条之二。第五条之二，依本条例许可之枪炮弹药刀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这项或废止其许可。其持有之枪炮弹药刀械由中央主管机关给价收购，但政府机关购置使用之枪炮弹药刀械或违反本条例之罪者，不予给价收购。一、许可原因消灭；二、不需致用或毁损致不堪使用；三、持有人丧失原住民或渔民身份；四、持有人规避妨碍或拒绝检查；五、持有人死亡；六、持有人受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确定，且未经宣告缓刑或经宣告缓刑被撤销；七、持有人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八、持有枪炮弹药刀械之团体解散；九、其他违反应遵刑事项之规定。刀械持有人死亡、团体解散、重新申请许可持有者，或自制猎枪持有人死亡，其继用人继续申请继续持有者，经许可后不予给价收购。前项自制猎枪继用人以享有法定继承权人之一人为限，但无行为能力人者，不得申请继续持有。未成年人之继承及使用之相关规定，另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给价收购经费，由中央主管机关逐年编列预算之应，其价格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并委由直辖市县市政府执行。第一项收购之枪炮弹药刀械及收缴之证照，由中央主管机关送交内政部警政署销毁，但经留用者不予销毁。第一项第六款规定，于经许可持有自制猎枪或鱼枪之原住民，以及故意犯罪经本行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犯下列规定之一之罪为限，适用之。一、刑法第185条之二第一项、第四项、第186条、第186条之一第一项、第四项、第187条、第224条、第231条之一第二项、第270条、第三项、第272条、第273条、第274条、第275条、第277条第一项、第279条、第281条、第282条、第296条、第298条、第302条第一项、第三项、第303条、第304条、第305条、第321条、第325条第一项、第三项、第326条、第328条、第五项、第346条或第347条第四项。
二、森林法第51条第二项、第52条、第53条第二项或第54条；三、野生动物保育法第40条、第41条或第42条，但于中华民国106年6月14日修正公布至本条文施行前，基于原住民族之传统文化，经营或非营利自用而犯野生动物保育法第41条之罪者，不在此限。四、本条例第9条、第12条、第1项、第2项、第4项、第5项、第13条、第2项、第4项、第5项、第13条之1、第20条之1、第3项至第5项、第14条或第15条。五、惩治走私条例第2条、第3条或第7条。六、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3条、第1项后段或第6条。七、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4条、第5项、第6项、第5条、第4项、第7条、第2项、第3项、第4项、第5项、第8条、第10条、第11条、第13条、第14条或第15条。宣读完毕。召好审查会，条文通过，增订第5条之3。第5条之3，中央主管机关为枪炮弹药审任争议，得另聘派相关机关各代表及学者及专家学者组成枪炮弹药审任争议咨询小组，其组织及运作方式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6条之1、第7条、第8条均维持现行条文，增订第9条之1。第9条之1，其第7条第1项所列枪炮于公共场所、公众的出入之场所开枪射击，或朝公共场所、公众的出入之场所开枪射击者，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500万元下罚金。使第8条第1项或第9条第1项所列枪炮于公共场所、公众的出入之场所开枪射击，或朝公共场所、公众的出入之场所开枪射击者，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下罚金。但原住民族基于传统文化，即以非营利自用猎捕野生动物者，不在此限。犯前二项之罪，情节轻微者，得减轻其刑。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12条维持现行条文，第13条。第13条，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或运输枪炮或各类炮弹、炸弹、爆裂物之主要组成零件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700万元下罚金。未经许可转让、出租或出借前项零件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500万元下罚金。意图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项之罪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下罚金。未经许可持有、寄存或意图贩卖而陈列第一项所列零件者，处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下罚金。第一项至第3项之未遂犯罚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增订第13条之1。第13条之1，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或运输子弹主要组成零件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下罚金。未经许可转让、出租或出借前项零件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200万元下罚金。意图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项之罪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500万元下罚金。未经许可持有、寄存或意图贩卖而陈列第一项所列零件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下罚金。情节轻微者，得免除其刑。第一项至第3项之未遂犯罚之。宣读完毕。召好审查会，条文通过，第18条。第18条，犯本条例之罪自首并报缴其持有之全部枪炮弹药盗窃者，得减轻或免除其刑，其以移转持有而据实供述全部枪炮弹药盗窃之来源或去向，因而查获者一同。前项情形于中央主管机关报经行政院核定办理公告期间自首者，免除其刑。前二项情形，其报缴不实者，不实部分仍依本条例所定之罪论处。犯本条例之罪，于侦查或审判中自白，并供述全部枪炮弹药盗窃之来源及去向，因而查获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之案事件之发生者，得减轻或免除其刑。拒绝供述或供述不实者，得加重其刑至1/3。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20条之1。第20条之1，据类似真枪之外形构造、材质及火药式即发机关装机构装置，且足以
改造成具有杀伤力者为模拟枪。模拟枪及其主要组成零件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公告查禁，且向公告查禁之模拟枪及其主要组成零件不得制造、贩卖、运输、转让、出租、出借、持有、寄藏或陈列，但专供外销、研发，并经警察机关许可或影视摄影设置使用，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中央主管机关许可，且列册已被稽核者，不在此限。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或运输第一项公告查禁之模拟枪者，处一年上七年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700万元下罚金。未经许可转让、出租、出借、持有、寄藏或意图贩卖而陈列第一项公告查禁之模拟枪者，处一年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200万元下罚金。改造第一项公告查禁之模拟枪可供发射金属或子弹，未具杀伤力者，处三年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下罚金。公告查禁前已持有第一项模拟枪及其主要组成零件之人民或团体，应自公告查禁之日起六个月内向警察机关报备，于期限内完全报备者，其持有之行为不罚。第二项但书有关专供外销研发许可之申请程序，应备文件条件期限废止、定期查核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第二项但书有关影视设置使用许可之申请程序，应备文件条件期限废止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同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增订第二十条之二。第二十条之二，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或运输前条第一项公告查禁之模拟枪主要组成零件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下罚锾，其情节重大者，得并令其停止营业或勒令歇业。未经许可转让、出租、出借、持有、寄藏或意图贩卖而陈列前条第一项公告查禁之模拟枪主要组成零件者，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500万元下罚锾，其情节重大者，得并令其停止营业或勒令歇业。公告查禁模拟枪之主要组成零件，不问属于何人所有，莫入之。但有前条第二项但书或同条第六项情形者，不在此限。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增订第二十条之三。第二十条之三，警察机关为查查枪炮弹药公告查禁之模拟枪及其主要组成零件，得派员进入枪炮弹药及模拟枪制造、储存或贩卖场所，就其零组件、成品、半成品、各种部册及其他必要之物件实施检查，并得询问关系人及另提供必要之资料，且向检查必要时得会同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执行之。检查人员于执行第一项规定之检查任务时，应主动出示执行职务之证明文件，并不得妨碍该场所正常业务之进行。未必妨碍或拒绝第一项之检查、询问或提供资料者，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50万元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及强制执行检查。第一项检查之人员、检查处所、对象、检查物品范围、实施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二条维持现行条文，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本条例除中华民国98年5月27日修正公布之条文，自98年11月23日施行，109年6月10日修正公布之第二十条第三项，112年12月18日修正之第13条之一及第二十条之二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四条，本条例所称枪炮弹药都限如下：一、枪炮，指制式或非制式之火炮、尖射武器、机关枪、冲锋枪、卡柄枪、自动步枪、普通步枪、马枪、手枪、钢笔枪、瓦斯枪、麻醉枪、猎枪、空气枪、鱼枪及其他可发射金属或子弹具有杀伤力之各式枪炮；
二、弹药指减缓各式枪炮所使用之炮弹、子弹及其他具有杀伤力或破坏性之各类炸弹、爆裂物。三、刀械指武士刀、手杖刀、鸳鸯刀、手指虎、钢铁鞭、扁钻匕首，各如附图例示，及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查禁、非公正当使用具有杀伤力之刀械。前项第一款、第二款枪炮弹药，包括其主要组成零件，但无法供组成枪炮弹药之用者不在此限。枪炮弹药主要组成零件材质与种类及杀伤力之认定基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第五条之二，依本条例许可之枪炮弹药刀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销或废止其许可，其持有之枪炮弹药刀械由中央主管机关给加收购，但政府机关购置使用之枪炮弹药刀械或违反本条例之罪者，不予给加收购。一、许可原因消灭；二、不需致用或毁损致不堪使用；三、持有人丧失原住民或渔民身份；四、持有人规避防疫或拒绝检查；五、持有人死亡；六、持有人受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确定，且未经宣告缓刑或经宣告缓刑被撤销。七、持有人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八、持有枪炮弹药刀械之团体解散。九、其他违反应遵刑事项之规定。刀械持有人死亡、团体解散、重新申请许可持有者或自制猎枪持有人死亡，其继用人申请继续持有者，经许可后不予给价收购。前项自制猎枪继用人以享有法定继承权人之一人为限，但无行为能力人者不得申请继续持有。未成年人之继承及使用之相关规定，另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给价收购经费由中央主管机关逐年编列预算之应，其价格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并委由直辖市县市政府执行。第一项收购之枪炮弹药刀械及收缴之证照，由中央主管机关送交内政部警政署销毁，但经留用者不予销毁。第一项第六款规定，于经许可持有自制猎枪或鱼枪之原住民，以其故意犯罪轻本行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犯下列规定之一之罪为限，适用之。一、刑法第185条之二第一项、第四项、第186条、第186条之一第一项、第四项、第187条、第224条、第231条之一第二项、第271条、第三项、第272条、第273条、第274条、第275条、第277条第一项、第279条、第281条、第282条、第296条、第298条、第302条第一项、第三项、第303条、第304条、第305条、第321条、第325条第一项、第三项、第326条、第328条、第五项、第346条或第347条第四项。二、森林法第51条第二项、第52条、第53条第二项或第54条。三、野生动物保育法第40条、第41条或第42条，但于中华民国106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之本条文施行前，基于原住民族之传统文化，即以或非营利自用而犯野生动物保育法第41条之罪者，不在此限。四、本条例第9条、第12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13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13条之一、第20条之一、第三项至第五项、第14条或第15条。五、惩治走私条例第2条、第3条或第7条。六、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3条第一项后段或第6条。七、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4条、第5项、第6项、第5条、第4项、第7条、第2项、第3项、第4项、第5项、第8条、第10条、第11条、第13条、第14条或第15条。第5条之三，中央主管机关为枪炮弹药审认争议，得另聘派相关机关购代表及专家学者组成枪炮弹药审认争议咨询小组，其组织及运作方式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9条之一，持第7条第一项所列枪炮，于公共场所、公众的出入之场所开枪射击，或朝公共场所、公众的出入之场所开枪射击者，处7年上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500万元下罚金；持大
持第八条第一项或第九条第一项所列枪炮于公共场所公众的出入之场所开枪射击，或朝公共场所公众的出入之场所开枪射击者，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下罚金。但原住民族基于传统文化，即以非营利自用猎捕野生动物者不在此限。犯前二项之罪，情节轻微者得减轻其刑。第十三条，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或运输枪炮或各类炮弹、炸弹、爆裂物之主调组成零件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700万元下罚金。未经许可转让、出租或出借前项零件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500万元下罚金。意图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项之罪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下罚金。未经许可持有、寄藏或意图贩卖而传列第一项所列零件者，处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下罚金。第一项至第三项之未遂犯罚之。第十三条之一，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或运输子弹主要组成零件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下罚金。未经许可转让、出租或出借前项零件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200万元下罚金。意图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项之罪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500万元下罚金。未经许可持有、寄藏或意图贩卖而传列第一项所列零件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下罚金。情节轻微者得免除其刑。第一项至第三项之未遂犯罚之。第十八条，犯本条例之罪自首并报缴其持有之全部枪炮弹药刀械者，得减轻或免除其刑。其已移转持有而据实供述全部枪炮弹药刀械之来源或去向，因而查获者一同。前项情形于中央主管机关报经行政院核定办理公告期间自首者，免除其刑。前二项情形其报缴不实者，不实部分仍依本条例所定之罪论处。犯本条例之罪于侦查或审判中自白，并供述全部枪炮弹药刀械之来源及去向，因而查获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发生者，得减轻或免除其刑。拒绝供述或供述不实者，得加重其刑至1/3。第二十条之一，据类似真枪之外形、构造、材质及火药式击发机关、机构装置，且足以改造成具有杀伤力者为模拟枪。模拟枪及其主要组成零件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公告查禁。前项公告查禁之模拟枪及其主要组成零件，不得制造、贩卖、运输、转让、出租、出借、持有、寄藏或陈列，但专供外销、研发并经警察机关许可或影视设置使用，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转中央主管机关许可且列册已被稽核者，不在此限。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或运输第一项公告查禁之模拟枪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700万元下罚金。未经许可转让、出租、出借、持有、寄藏或意图贩卖而陈列第一项公告查禁之模拟枪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200万元下罚金。改造第一项公告查禁之模拟枪，可供发射金属或子弹，未具杀伤力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下罚金。公告查禁前已持有第一项模拟枪及其主要组成零件之人民或团体，应自公告查禁之日起6个月内向警察机关报备，于期限内完成报备者，其持有之行为不罚。第二项但说有关专供外销研发许可之申请程序，因被文件条件期限废止，定期查核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第二项但说有关影视设置使用许可之申请程序，因被文件条件期限废止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同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20条之2，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或运输前条第一项公告查禁之模拟枪，主要组成零件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下罚锾；其情节重大者，得并令其停止营业或勒令歇业。未经许可转让、出租、租借、持有、寄存或意图贩卖而陈列前条第一项公告查禁之模拟枪，主要组成零件者，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500万元下罚锾；其情节重大者，得并令其停止营业或勒令歇业。公告查禁模拟枪之主要组成零件，不问属于何人所有，没入之；但有前条第二项但数或同条第六项情形者，不在此限。第20条之3，警察机关为查查枪炮弹药公告查禁之模拟枪及其主要组成零件，得派员进入枪炮弹药及模拟枪制造、储存或贩卖场所，就其零组件、成品、半成品、各种目测及其他必要之物件实施检查，并得询问关系人及另提供必要之资料。前项检查必要时，得会同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执行之。检查人员于执行第一项规定之检查任务时，应主动出示执行职务之证明文件，并不得妨碍该场所正常业务之进行。未必妨碍或拒绝第一项之检查、询问或提供资料者，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50万元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及强制执行检查。第一项检查之人员、检查处所、对象、检查物品范围、实施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25条，本条例除中华民国98年5月27日修正公布之条文，自98年11月23日施行，109年6月10日修正公布之第20条第3项，112年12月18日修正之第13条之1及第20条之2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增订第5条之3、第9条之1、第13条之1、第20条之2及第20条之3条文，并将第4条、第5条之2、第13条、第18条、第20条之1及第25条条文修正通过。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由委员登记发言。首先请郑天才委员发言，并截止发言登记。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媒体。这次行政院版提出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是要加严而且加重处罚，本席基本上是支持的，但是却没有考量到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譬如说我们这个自制猎枪的继用人已享有法定继承人，然后。对于未成年人，不得这个继承这个自己父母亲的一个猎枪，自制猎枪，这个有违反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经本席以及高金素梅委员强烈的要求，后来结果谢谢我们内政委员会也接受也同意，将未成年人的原住民可以继承他的。自制猎枪，然后相关的规定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来订定。另外就是有关在公共场所，又是公众得出入的场所，这个涉及的话会加重处罚，基本上是应该的。但是对于原住民族持有自制猎枪，基于传统文化，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涉及，不应该加重处罚，应该要排除。也谢谢内政委员会的委员能够同意将特别针对一个弹书但原住民族基于传统文化、基于非营利之用这个狩猎野生动物者不在此限。
所以这个部分是谢谢我们内政委员会。但是我们要特别强烈的要求行政院，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109年修正之后，对于严接下来请游玉兰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安。今天三读通过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针对枪炮弹药的主要组成零件材质及杀伤力的认定基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很遗憾，未采用本席的主张，经枪炮弹药审认争议咨询小组审议后，再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而非由行政机关单独认定。本席期盼主管机关日后能征询各界专家学者，甚至相关团体的意见，并公正客观的立场加以认定，并参采国际标准，与时俱进，以度各界的疑虑。另外，本席修法主张争议咨询小组的组成应该遴聘相关机关代表及专家学者，而且外聘委员人数不得少于全体委员的1/2。虽然内政部林佑昌部长在委员会审查时支持本席看法，并建议调整外聘委员人数不得少于全体委员的1/3，但却未明定于修正的条文中。相关的组织运作则授权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希望日后订定相关执法时，能够确实明文规定外界委员的比例，以维护审议的专业、中立、客观。本条例虽然三读通过，但部分民间团体仍有异议。本席希望主管机关能够多加与民众沟通，消弭争议，明确执法，愿天佑台湾，人民平安。谢谢。接下来请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五案，中华民国专属经济海域及大陆交惩法第1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内政委员会于112年12月7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罗兆杰委员领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并邀请相关机关列席报告并被质询，于报告及询答完毕，旋即进行审查。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并经缜密讨论后，原枪群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并推请罗兆杰委员美玲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罗伟美玲补充说明。罗伟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中华民国专属经济海域及大陆交惩法，请宣读第十八条。第十八条，在中华民国专属经济海域或大陆交层故意损害天然资源或破坏自然生态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5000万元以下罚金。未经许可以船舶或其他机械设备方式在中华民国专属经济海域或大陆交层采取土石者，处1年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亿元以下罚金。供前项犯罪用之船舶或其他机械设备，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没收之，且经
判决没收确定者，得失个案情节需要拍卖或变卖或专案报准，依下列方式之一处置之：一、无偿留公公用而废弃；三、为其他适当之处置。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十八条，在中华民国专属经济海域或大陆礁层故意损害天然资源或破坏自然生态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50,000元以下罚金；未经许可以船舶或其他机械设备方式在中华民国专属经济海域或大陆礁层采取土石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亿元以下罚金。供前项犯罪用之船舶或其他机械设备，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没收之。其经判决没收确定者，得失个案情节需要拍卖或变卖或专案报准，依下列方式之一处置之：一、无偿留公公用而废弃；三、为其他适当之处置。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中华民国专属经济海域及大陆礁层法》第十八条条文修正通过。讨论事项第六案《土石采取法》第3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经济委员会于112年12月11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召集委员蔡宇担任主席。会中邀请经济部部长王美花就委员提案提出说明并答复委员质询，另邀请农业部等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对法案进行审查及缜密讨论，并将全案审查完竣凝聚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经济委员会召集委员蔡宇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蔡委员补充说明。蔡委员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土石采取法第36条。第36条，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并得限期令其办理转付及清除其设施；借其仍未遵行者，按日连续处新台币10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至遵行为止，并没入其设施或机具；必要时，得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代为转付及清除其设施，其费用由行为人负担。未经许可以船舶或其他机械设备方式在下列区域采取土石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亿元以下罚金。一、中华民国内水不含内陆水域及领海；二、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29条第二项规定，公告之金门含东定乌丘、马祖含东引亮岛及南沙地区之限制禁止水域。供前项犯罪用之船舶或其他机械设备，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没收之。其经判决没收确定者，得失个案情节需要拍卖或变卖或专案报准，依下列方式之一处置之：一、无偿留公公用而废弃；三、为其他适当之处置。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意见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36条，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下罚锾，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并得限期令其办理转付及清除其设施；借其仍未遵行者，按日连续处新台币10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至遵行为止，并没入其设施或机具。必要时，得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代为转付及清除其设施，其费用由行为人负担。未经许可以船舶或其他机械设备方式在下列区域采取土石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亿元以下罚金。一、中华民国内水不含内陆水域及领海；二、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29条第二项规定，公告之金门含东定乌丘、马祖含东引亮岛及南沙地区之限制禁止水域。
供前向犯罪用之船舶或其他机械设备，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没收之。其经判决没收确定者，得视个案情节需要拍卖或变卖，或专案报准依下列方式之一处置之：一、无偿留公共用；二、废弃；三、为其他适当之处置。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土石采取法第36条条文修正通过。讨论事项第七案，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程序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12年12月11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会议由沈兆景委员发挥担任主席，本院预算中心主任黄韶金及法制局组长黄良莹应邀列席说明备询。与会员于听取说明询答及大体讨论后，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将全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本案于院会进行二读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沈兆景委员发挥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审委员发挥补充说明。审委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程序第三条。第三条，总预算案由各委员会分别审查，其分配如下：一、内政委员会；一、内政部中央选举委员会、大陆委员会、原住民族委员会、客家委员会、海洋委员会、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预算案；二、前目各机关之所属机关特种基金及其捐助之财团法人预算案；三、行政院预算案；二、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一、外交部侨务委员会、国防部、国军退学官兵辅导委员会预算案；二、前目各机关之所属机关特种基金及其捐助之财团法人预算案；三、国家安全局预算案；三、经济委员会；一、经济部农业部国家发展委员会公平交易委员会预算案；二、前目各机关之所属机关特种基金及其捐助之财团法人预算案；四、财政委员会；一、财政部中央银行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院主计总处审计部预算案；二、前目各机关之所属机关特种基金及其捐助之财团法人预算案；三、灾害准备金第二预备金及其他不属于各委员会审查之预算案；五、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依教育部、文化部、国立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核能安全委员会预算案；二、前目各机关之所属机关特种基金及其捐助之财团法人预算案；六、交通委员会依交通部数位发展部、行政院观光工程委员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预算案；二、前目各机关之所属机关特种基金及其捐助之财团法人预算案；七、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依法务部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预算案；二、司法院考试院预算案；三、前二目各机关之所属机关特种基金及其捐助之财团法人预算案；四、总统府国事馆及其所属机关国家安全会议预算案；五、立法院监察院预算案；八、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依卫生福利部、环境部、劳动部预算案；二、前目各机关之所属机关特种基金及其捐助之财团法人预算案。总预算案提报院会前，应由财政委员会研拟年度总预算案审查日程，并依前项规定研拟年度总预算案审查分配表，并同总预算案提报院会后，交付财政委员会依分配表及日程将预算书分送各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决议，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程序第三条条文修正通过。讨论事项第八案，立法院组织法第3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于112年12月7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林兆景委员司名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外，相关机关应邀指派代表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与会委员听取报告并经询答后，审略大体讨论进行逐条审查，并将全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不需向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林兆景委员司名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林委员司名补充说明。林委员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党团协商。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立法院组织法请宣读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立法委员每人得至公费处理八人至十四人，由委员聘用。立法院应每年编列每一立法委员一定数额之处理费及其办公事务预算，公费处理与委员同进退，其依劳动基准法所规定之相关费用，均由立法院编列预算之应之。前项立法委员办公事务等必要费用之项目及标准如附表。自中华民国102年1月1日施行，立法院应每年编列预算补助公费处理、实施健康检查及文康活动费用，其对象、项目、方法、标准及其他应遵行之事项，由立法院另定之。自中华民国114年1月1日施行，立法院组织法第32条附表，项目一、行动及自动电话费，标准每人月支金额新台币12000元，合计年支金额新台币144000元；二、文具邮票费，每人月支新台币15000元，合计年支金额新台币180000元；三、油料费，其他每人每月600公升。四、国会交流事务经费，合计年支金额新台币200000元，其他每人每年2次。五、服务处租金补助费，每人月支金额新台币20000元，合计年支金额新台币24万元。六、委员健康检查费，其他每人每届新台币56000元。七、办公事务费，每人月支金额新台币14672元，合计年支金额新台币176064元。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三十二条，立法委员每人得至公费助理八人至十四人，由委员聘用。立法院应每年编列每一立法委员一定数额之助理费及其办公事务预算，公费助理与委员同进退，其依劳动基准法所规定之相关费用，均由立法院编列预算之应之。前项立法委员办公事务等必要费用之项目及标准如附表。自中华民国102年1月1日施行，立法院应每年编列预算补助公费助理、实施健康检查及文康活动费用，其对象、项目、方法、标准及其他应遵行之事项，由立法院另定之。自中华民国114年1月1日施行，立法院组织法第32条附表如二读附表。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立法院组织法第32条条文修正通过。讨论事项第九案，司法人员人事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于112年12月7日召开决定委员会议，并案审查本案，由林召集委员司明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外，相关机关应邀指派代表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与会委员于听取报告并经询答后，省略大体讨论进行逐条审查，并将全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与会公决，不需加入党团协商。与会讨论时，由林召集委员司明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林委员司明补充说明。林委员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加入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司法人员人事条例，请宣读第三条。第三条，本条例称司法官指下列各款人员：一、最高法院院长兼任庭长之法官、法官；二、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主任检察官、检察官；三、高等法院以下各级法院及其分院兼任院长或庭长之法官、法官；三、高等检察署以下各级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检察官、主任检察官、检察官。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四条。第四条，本条例称其他司法人员指下列各款人员：一、书记官长、书记官通译；二、主任司法事务官、司法事务官；三、主任检察事务官、检察事务官；四、主任公证人、公证人、公证佐理员；五、主任关护人、关护人；六、提存所主任、提存佐理员；七、登记处主任、登记佐理员；八、主任法医师、法医师检验员。
就罚金转副罚金转罚金之他员，是依法律所定，法院及检察署应制之其他人员。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九条。第九条，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法官、地方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检察官，应就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任用之：一、经司法官考试及格者；二、传讯推事法官、检察官经全讯合格者；三、经律师考试及格，并执行律师职务三年以上，成绩优良，具有转任、兼任职任用资格者；四、曾在公立或经立案之私立大学、独立学院法律学系或法律研究所毕业，而在公立或经立案之私立大学、独立学院任教授或副教授三年或助理教授五年，讲授主要法律科目二年以上，有法律专门著作，经司法院或法务部审查合格，并经律师考试及格，或具有兼任职任用资格者。依前项第三款规定，临任者执行律师职务六年、十年、十四年以上者，得分别转任、兼任第七职等、第八职等、第九职等候补或事属法官、检察官。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一条。第十一条，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法官、高等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检察官，应就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任用之：一、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时任法官、地方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时任检察官二年以上成绩优良者；二、经律师考试及格，并执行律师职务十四年以上，成绩优良，具有转任、兼任职任用资格者。本条例所征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时任法官、地方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时任检察官，系指考察服务成绩及格予以实受者。第一项第二款人员之临阵，适用第九条第二项及第十条第三项至第六项规定。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二条。第十二条，最高法院法官、最高检察署检察官，应就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任用之：一、曾任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法官、高等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检察官四年以上，成绩优良，具有兼任职任用资格者；二、曾任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法官、高等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检察官，并任地方法院或其分院兼任院长之法官、地方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检察长，合计四年以上，成绩优良，具有兼任职任用资格者；三、曾在公立或经立案之私立大学、独立学院法律学系或法律研究所毕业，而在公立或经立案之私立大学、独立学院专任教授，讲授主要法律科目，有法律专门著作，经司法院或法务部审查合格，并曾任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法官、高等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检察官，具有兼任职任用资格者。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三条。第十三条，地方法院及其分院院长、地方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检察长，应就具有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法官、高等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检察官及拟任职等任用资格，并有领导才能者，领任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四条。第十四条，高等法院及其分院院长、高等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检察长，应就具有最高法院法官、最高检察署检察官资格，并有领导才能者，领任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五条。第十五条，高等法院以下各级法院及其分院院长、高等检察署以下各级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检察长之职期调任办法，由司法院与行政院分别定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黄世杰等提案第二十条之二不予增订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司法官考试录取人员应接受司法官学习训练以完成其考试资格，前项人员之训练由司法院会同考试院及行政院设训练委员会，决定其训练方针、训练计划及其他有关训练重要事项，交由法务部司法官学院执行。训练委员会之委员是一人，除最高法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兼召集人及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为当然委员兼副召集人外，其余委员九人由司法院、考试院、行政院各指定三人充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时任司法官非有下列原因不得免职：应
因内乱外患贪污故意渎职罪受判刑确定者，二因前款以外之罪受有期徒刑上刑之宣告确定者，但宣告缓刑或准以一颗罚金者不在此限；三受撤职之惩戒处分者；四受监护之宣告者；时任司法官受监护或辅助之宣告者，自宣告之日起，得依相关规定办理退休或资遣。公务人员考稽法关于免职之规定，于时任司法官不适用之，但应依公务员惩戒法之规定移付惩戒。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黄世杰等提案第40条不予采纳。第41条，第41条，时任司法官可于公务人员退休资遣抚恤法或公务人员个人专户制退休资遣抚恤法退休规定而自愿退休时，除退休金外，另加退养金，其办法由司法院会同考试院、行政院以命令定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42条。第42条，司法官经公立医院证明身体衰弱不能升任职务者，得依公务人员退休资遣抚恤法或公务人员个人专户制退休资遣抚恤法及公务人员任用法有关资遣之规定资遣。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黄世杰等提案第43条不予采纳。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党党团提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3条，本条例春司法官指下列各款人员：一、最高法院院长兼任庭长之法官、法官；二、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主任检察官、检察官；三、高等法院以下各级法院及其分院兼任院长或庭长之法官、法官；四、高等检察署以下各级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检察长、主任检察官、检察官。第4条，本条例春其他司法人员指下列各款人员：一、书记官长、书记官通译；二、主任司法事务官、司法事务官；三、主任检察事务官、检察事务官；四、主任公证人、公证人、公证所理员；五、主任关护人、关护人；六、提存所主任、提存所理员；七、登记处主任、登记所理员；八、主任法医师、法医师检验员；九、法警长、副法警长、法警指导员；十、依法律所定，法院及其检察署应置之其他人员。第9条，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法官、地方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检察官，应就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任用之：一、经司法官考试及格者；二、曾任推事法官、检察官经全序合格者；三、经律师考试及格，并执行律师职务3年以上，成绩优良，具有转任、兼任职任用资格者；四、曾在公立或经立案之私立大学、独立学院法律学系或法律研究所毕业，而在公立或经立案之私立大学、独立学院任教授或副教授3年或助理教授5年，讲授主要法律科目2年以上，有法律专门著作，经司法院或法务部审查合格，并经律师考试及格，或具有兼任职任用资格者，依前项第3款规定领任者，执行律师职务6年、10年、14年以上者，得分别转任、兼任第7职等、第8职等、第9职等候补或事属法官、检察官。第11条，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法官、高等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检察官，应就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任用之：一、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时任法官、地方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时任检察官2年以上，成绩优良者；二、经律师考试及格，并执行律师职务14年以上，成绩优良，具有转任、兼任职任用资格者，本条例所征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时任法官、地方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时任检察官，系指考察服务成绩及格予以实授者。第1项第2款人员之领任，适用第9条第2项及第10条、第3项至第6项规定。第12条，最高法院法官、最高检察署检察官，应就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任用之：一、曾任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法官、高等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检察官4年以上，成绩优良，具有兼任职任用资格者；
二、前任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法官、高等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检察官，并任地方法院或其分院兼任院长之法官、地方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检察长，合计四年以上，澄清优良，具有检任职任用资格者；三、曾在公立或境立案之私立大学、独立学院法律学系或法律研究所毕业，而在公立或境立案之私立大学、独立学院专任教授，讲授主要法律科目，有法律专门著作，经司法院或法务部审查合格，并曾任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法官、高等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检察官，具有检任职任用资格者。第十三条，地方法院及其分院院长、地方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检察长，应就具有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法官、高等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检察官及拟任职等任用资格，并有领导才能者另任之。第十四条，高等法院及其分院院长、高等检察署及其检察分署检察长，应就具有最高法院法官、最高检察署检察官资格，并有领导才能者另任之。第十五条，高等法院以下各级法院及其分院院长、高等检察署以下各级检察署以及及其检察分署检察长之职级调任办法，由司法院与行政院分别定之。第二十七条，司法官考试录取人员应接受司法官学习训练以完成其考试资格，前项人员之训练由司法院会同考试院及行政院设训练委员会，决定其训练方针、训练计划及其他有关训练重要事项，交由法务部司法官学院执行。训练委员会之委员是一人，除最高法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兼召集人及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为当然委员兼副召集人外，其余委员九人由司法院、考试院、行政院各指定三人充之。第三十二条，时任司法官非有下列原因不得免职：一、因内乱、外患、贪污、故意渎职罪受判刑确定者；二、因前款以外之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宣告确定者，但宣告缓刑或准予一颗罚金者不在此限；三、受撤职之惩戒处分者；四、受监护之宣告者。时任司法官受监护或辅助之宣告者，自宣告之日起，得依相关规定办理退休或资遣。公务人员考绩法关于免职之规定，于时任司法官不适用之，但应依公务员惩戒法之规定以付惩戒。第四十一条，时任司法官合于公务人员退休资遣抚恤法或公务人员个人专户制退休资遣抚恤法退休规定而自愿退休时，除退休金外，并另加退养金，其办法由司法院会同考试院、行政院以命令定之。第四十二条，司法官经公立医院证明身体衰弱不能胜任职务者，得依公务人员退休资遣抚恤法或公务人员个人专户制退休资遣抚恤法及公务人员任用法有关资遣之规定资遣。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司法人员人事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九条、第十一条至第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一条及第四十二条条文修正通过。讨论事项第十案，公教人员保险法第十二条及第三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于112年12月7日召开选拟委员会议审查本并案审查本案，由林教委司明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询问，相关机关应邀指派代表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与会委员于听取报告并经询答后，省略大体讨论进行逐条审查，并将全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林召集委司明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林委司明补充说明。林委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公教人员保险法第十二条维持现行条文第三十六条。
第36条，被保险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请领剩余给付：一、在保险有效期间分娩或早产；二、在保险有效期间怀孕，且于保险效力停止后一年内，因同一怀孕事故而分娩或早产，被保险人符合前项规定者，给予二个月剩余给付；第一项被保险人分娩或早产为双生以上者，剩余给付按前项标准比例增给；被保险人同时符合相关社会保险剩余给付，或依军公教身份请领国家给予之剩余补助请领条件者，仅得择一请领。被保险人与本法中华民国103年6月1日修正生效后，至112年12月18日修正之本条文施行前，具有第一项各款情形之一，且未因同一分娩或早产事实领取本保险或相关社会保险剩余给付，或因军公教身份请领国家给予之剩余补助者，得依112年12月18日修正之本条文施行前之给予标准，请领剩余给付。宣读完毕。照审查会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由民党党团提继续进行三读，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36条，被保险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请领剩余给付：一、在保险有效期间分娩或早产；二、在保险有效期间怀孕，且于保险效力停止后一年内，因同一怀孕事故而分娩或早产，被保险人符合前项规定者，给予二个月剩余给付。第一项被保险人分娩或早产为双生以上者，剩余给付按前项标准比例增给；被保险人同时符合相关社会保险剩余给付，或因军公教身份请领国家给予之剩余补助请领条件者，仅得择一请领。被保险人与本法中华民国103年6月1日修正生效后，至112年12月18日修正之本条文施行前，具有第一项各款情形之一，且未因同一分娩或早产事实领取本保险或相关社会保险剩余给付，或因军公教身份请领国家给予之剩余补助者，得依112年12月18日修正之本条文施行前之给予标准，请领剩余给付。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公教人员保险法》第36条条文修正通过。刚完成立法程序后，由委员登记发言。首先，请李德伟委员发言，并截止发言登记。主席、蔡副院长、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朋友，我想今天公教人员保险法第36条的修正，当然加强了我们的妇女在生育相关请领的保险的保障。我想过去我们的公教人员保险法、劳工保险条例等相关条例，对于生理妇女对于社会风险发生时，所以保障生养所的支出，都有相关的一些保障，但是各该生育给付的条件仅限参加其保险制度，而后参加者并未符合其参加投保日期日的条件，就没有办法领取任何的生育补助，实在是立法的缺失。所以这一次包含林思明以及陈玉珍等六位委员所提案修正通过的相关的内容，当然特别的补强了一个部分。那第36条第一项所列举的各项的要件期日，将曾参加公教人员保险或其他社会保险，使其投保总年资合并计划借由生育给付的体系完善化，使得被保险人转换社会保险的保险体系没有后顾之忧，更对于社会的生育率有提高意愿，而避免国家长期的少子化，进而导致财政、产业的社会问题冲击。我想在这个部分，我们对于相关的公教人员保险法能够在这个部分有所突破，相信对于现在少子化的问题，以及对于我们妇女相关的保障都有所注意。谢谢。
接着请邱成元委员。好，谢谢主席，还有全体国人同胞，很高兴《公教人员保险法》第36条条文修正草案今天完成三读通过，将原本规定必须在投保后受孕之分娩及早产才能请领的生育给付的规定，进一步放宽为只要在投保时间内都可以请领，兑现0到6岁国家养的友善生育政策。台湾民众党立院党团有鉴于现有社会之预护制度，针对生育给付虽有自相关规定，但目前各种险种的给付条件却仅限参加该保险且符合投保满一定日期之规定者，如若被保险人于投保期间转换社会预护之保险制度，将因不符合其投保日期起日条件而无法领取任何生育给付，因此提出修正，取消年资的限制，以保障新进投保人员及得享有生育给付，对于鼓励生产的立法精神有较广的适用性。对此，本席在109年就同步提出《公教人员保险法》第36条、《农民健康保险法》第24条及《劳工保险法》第31条条文等三下修法的提案。因此，对于今天的《公教人员保险法》的三读，感到特别欣慰，这也是继修正农保条例之后第二个放宽生育给付的请领条件限制的法案，补足法规相关的漏洞，落实友善育儿环境跟育儿政策的重要法案。本席要在这边呼吁劳动部也应该在下届尽速完成修法，取消生育给付的投保时间限制。最后，针对上次农保条例已经同步修正，提高生育给付为3个月，很遗憾在这次的审查中未将本党第二次提案版本纳入，希望未来可以改进，谢谢。讨论事项第11案，陆海空军刑法第54条条文修正草案，报院会本案经第8会起第11次会议决定，自委员会抽出经复二读，由民进党党团、台湾民众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本案现已完成协商，请宣读协商结论。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时间112年12月12日星期二，地点立法院红楼302会议室。协商主题：陆海空军刑法修正草案。协商结论：第54条照协商内容通过，详如附件。协商主持人：游锡堃、蔡其昌。协商代表：柯建铭、刘世芳、庄瑞雄、曾明忠、谢依凤、李德维、邱成远、赖香伶、张其禄、邱显智、陈嘉华、王婉玉。宣读完毕。全院会对以上协商结论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逐条讨论时，经依协商结论处理。陆海空军刑法，请宣读第54条。第54条，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40万元下罚金：一、吐气所含酒精浓度达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浓度达0.05%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任服用酒类或其他相类之物之不能安全驾驶；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之品项及浓度值以上；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任是用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致不能安全驾驶，因而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20万元下罚金；致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20万元下罚金。此犯本条例或刑法第185条之三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或经缓起诉处分确定，于10年内再犯第一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320万元以下罚金；致重伤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20万元下罚金。驾驶公务或军用动力交通工具犯本条之罪者，得加重其刑至1/2。宣读完毕。
照协商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党党团提继续进行三读，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五十四条，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三年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400,000元下罚金：一、吐气所含酒精浓度达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浓度达0.05%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任服用酒类或其他香类之物，致不能安全驾驶；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香类之物，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之品项及浓度值以上；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任使用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香类之物，致不能安全驾驶，因而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20万元以下罚金；致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20万元以下罚金。曾犯本条或刑法第185条之三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或经缓起诉处分确定，于10年内再犯第一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320万元以下罚金；致重伤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20万元以下罚金。驾驶公务或军用动力交通工具犯本条之罪者，得加重其刑至1/2。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陆海空军刑法》第54条条文修正通过。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由委员登记发言。首先，请李德伟委员发言，并截止发言登记。主席、蔡副院长、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朋友，我想今天陆海空军刑法第54条修正草案的通过。陆海空军刑法的第一条规定，现役军人犯本法者，依本法处罚。而过去我们的54条里面，只有针对相关的酒驾，所谓的酒精浓度跟其他服用麻醉药品等来做出处分，而本次的修正是把施用毒品而其尿液经检验判定为阳性，或者有前款以外的情事，足以认定施用毒品导致不能安全驾驶列入。我们相信在这个时代里面，大家对于反毒都非常的有共识，所以在陆海空军刑法第54条今天修正案通过的同时，我们希望对于所谓的现役军人要有更多的宣导以及防治的措施，避免相关的现役军人违反此条。当然大家都非常重视现在的反毒，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也希望国防部以及相关的单位能够加强对于我们军人军法教育，尤其在施用毒品的这一个部分，能够给予更多的宣导以及教育，致使我们未来的国军能够避免触犯相关陆海空军刑法，尤其在这个部分里面，特别对于驾驶相关交通工具而会影响了其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更好的防范的措施。谢谢。接下来请邱成元委员。好，谢谢主席，还有大院所有同仁以及全体国人，很高兴陆海空军刑法第54条条文修正草案今天三读通过。这项法案是搭配刑法第185条之三修正，为了防止毒驾，明确化违法要件，并保障社会大众安全所做的修法，同时也是本席及台湾民众党党团在109年提案倡议。虽然去年初本届期的第一轮修法三读是以酒驾为主，
但也引起法务部对于酒驾必罚、毒驾难罚的重视，并且针对遏止毒驾展开第二次的修法。鉴于使用毒品后驾驶动力交通工具，亦因毒品作用而发生伤亡，为保障社会大众交通安全，因此本次修正明定毒驾者尿液验出阳性反应即构成公共危险罪，若因个案情况无法检验判定阳性，唯有人其他情势足认为有施用毒品而致不能安全驾驶时，也论以毒驾罪责，以全面处罚毒驾行为，保障社会大众安全。毒品零容忍是国家既定的政策，而毒驾可能造成的重大伤亡情形与酒驾相当，如果发生在国军身上，也会伤害部队的战力。本次陆海空军刑法第54条以及中华民国刑法第185条之3同步修正，希望能够吓阻现役军人吸毒驾驶动力交通工具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遗憾情势，以确保社会大众及国家军事安全。虽然过程中一度因为司法院不同的见解而停顿，但在本院坚持之下，终于完成三读立法作业。再次感谢大家一起守护国军以及国人的交通安全，谢谢。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12案，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于112年11月20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会议由何兆锦委员致委担任主席，会中国防部部长邱国正等提出报告，另邀请国家安全局等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对法案进行逐条审查，经缜密讨论，将三案并案审查完竣。全案审查完竣原决议，并案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院会审议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何召集委员致委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何委员致委补充说明。何委员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报院会本案已完成协商，请宣读协商结论。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时间112年12月8日星期五10时至10时35分，地点立法院红楼301会议室，协商主题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草案。协商结论：一、第七条及第20条修正通过，详如附件；二、第16条及第24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三、区均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主持人何志伟，协商代表柯建明、刘世芳、庄瑞雄、曾明忠、谢依凤、李德维、廖婉如、邱成远、赖香林、张其禄、邱显智。宣读完毕。全院会对以上协商结论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逐条讨论时，经依协商结论处理。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草案，请宣读名称。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名称通过。第一条。第一条，为维护军事营区安全，确保军事演习、训练及战备任务之遂行，达成国军建军、战备及防卫国家安全之目的，特制定本条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条。第二条，本条例之主管机关为国防部。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条。第三条，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一、军事营区指重要军事设施或军事机关之驻地，经军事机关通报相关机关管制之军事演习或军事训练场域，于演习或训练期间视为军事营区；二、军事营区安全警务指实施警戒、管制及其他直接或间接助于维护军事营区安全之必要警务；三、军事机关指国防部及所属机关构、部队、学校、国家安全局及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视为军事机关；四、卫哨兵指在军事营区执行军事营区安全勤务之卫兵、哨兵或其他担任警戒职务之军人；五、卫哨所指卫哨兵执行军事营区安全勤务之处所；六、武器指手枪、步枪与其他枪械及刺刀；七、器械指警棍、电器及警棍器、瓦斯枪弹、捕绳网、各式束带及其他器具；八、装备指执行勤务所需之器械、防弹背心、头盔等防护安全之相关配备；
9核心资通系统，指直接用于重要军事设施且防护需求等级为高之作战指挥管制战备训练及管理资讯系统。前项第一款重要军事设施之种类，由主管机关公告之重要军事设施或军事机关驻地，属军民合用者军事营区之范围，由主管机关会商相关机关公告。第一项第一款军事机关通报之方式、内容、管制场域之公告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会商相关机关定之。第一项第三款军事机关经主管机关公告不列管制者，不适用本条例之规定。第一项第六款及第七款武器及器械之种类，由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通过第四条。第四条，军事机关得于军事营区之重要处所开设卫哨所，并配置卫哨兵，执行军事营区安全勤务。军事机关得视安全维护需要，于军事营区四周必要范围内装置监视警报系统或阻绝器材等有关安全防护设施。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通过第五条。第五条，军事营区安全勤务由各级主官或其授权人员（以下简称指挥官）指挥实施，执行军官士官督导卫哨兵执行。前项人员于执行军事营区安全勤务时，得配备武器、器械或装备。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通过第六条。第六条，非经军事机关许可，不得于军事营区或对其为下列行为：一、进入军事营区；二、携带录影、摄影器材、观测器、枪炮弹药、刀械或其他妨害军事营区安全之物品；三、从事测量、录影、摄影、描绘技术或其他侦查行为；四、其他经主管机关公告影响军事营区安全之行为。前项许可之申请审查程序、许可条件、废止许可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七条。第七条，卫哨兵对申请进入军事营区之人或物的实施安全检查，对于拒绝检查或经检查不符合军事机关管理规定者，应拒绝其进入军事营区。如有妨害军事营区安全之余时，得强制驱离。卫哨兵对离去军事营区之人或物的实施安全检查，对拒绝检查者，得以强制力实施之。指挥官、执行军官士官对无故侵入军事营区者，得命强制驱离或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有事实足任有刺探、收集国家机密或国防机密、军事机密行为者，得以刑事诉讼法第88条规定进行逮捕，并即送交检察官、司法检察官或司法警察。前三项安全检查、强制驱离、其他必要措施之实施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照协商条文通过第八条。第八条，军事机关所属人员未及时阻止违法行为之发生，避免急迫危险或防止危害扩大，得基于维护军事营区安全之必要，对军事营区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实施军事营区安全管束，并得检查受管束人之身体及所携带之物：一、因精神疾病服用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伤类之物，或酒醉而生脱序行为；二、意图自杀或自伤；三、暴行或斗殴；四、其他认为必须救护或有危害军事安全之余，非管束不能救护或不能预防危害。实施前项军事营区安全管束时，应立即呈报指挥官，将受管束人安置或隔离于寝室、医务所或其他适当之处所，并应及时以适当方法通知或交由受管束人之配偶、二亲等内亲属或其指定之人或适当之机关构或人员保护。第一项军事营区安全管束，应于危险或危害结束时终止之。管束时间最长不得于24小时，但于航行中之军用舰艇，经指挥官给予受管束人陈述意见之机会后，不在此限。前项后段但说情形，不适用提审法之规定。军用舰艇返抵国内港口后，受管束人或第三人申请提审时，应将受管束人立即解交法院。第一项军事营区安全管束之实施方式、程序管理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
交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九条。第九条，行为人对于指挥官、执勤军官、士官及卫哨兵，依第七条所谓安全检查、强制确离或其他必要措施，或对于前条军事机关所属人员实施军事安全、军事营区安全管束不服者，除其他法律另有规定外，得当场向其陈述理由，表示异议。其项异议，指挥官、执行军官、士官及卫哨兵或实施军事营区安全管束之军事机关所属人员认为有理由者，应立即停止或变更；任无理由者，得继续执行。经行为人请求者，应将其异议要旨制作记录交付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条。第十条，指挥官、执行军官、士官及卫哨兵执行军事营区安全勤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得使用器械，必要时得使用武器：一、为避免非常变故维持军事营区安全；二、骚动行为足以危害军事营区安全；三、遥控无人机或其他无人飞行物体飞越军事营区而有危害国防或军事之设施或机密资讯之余；四、警戒管制之场所、建筑物、工作物、车船、航空器或财产遭受危害；五、依法应逮捕之人拒绝脱逃或他人助其拒捕脱逃时；六、执行军事营区安全勤务人员之生命、身体、自由或装备遭受危害或胁迫，或有事实足认有受危害之余，其人民之生命、身体、自由、财产遭受危害或胁迫，或有事实足认有受危害之余；八、持有凶器有滋事之余，经告诫抛弃仍不听从；九、依第七条规定执行安全检查、强制确离或其他必要措施，非使用武器或器械不足以强制或制止。卫哨兵依前项第一款至第五款或第九款规定使用武器时，应依指挥官或执行军官士官命令执行。发生第一项第四款、第六款或第七款之情形，指挥官、执行军官、士兵或卫哨兵执行军事营区安全勤务无法有效使用武器或器械时，得使用其他足以达成目的之物品，该物品于使用时视为武器或器械。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一条。第十一条，前条人员使用武器时，应先实施警告，但遭受突发性攻击而不及实施警告，或任何人意图夺取武器而有前条第一项第六款或第七款之情形时，不在此限。前条人员使用武器或器械时，应注意下列事项：一、需基于事实需要合理使用，不得逾越必要程度；二、非情况急迫误伤及致命之部位；三、使用原因已消灭，应立即停止使用；四、误伤及其他第三人。前条人员使用武器或器械后，应将经过情形作人数面记录，由使用人员所属之军事机关备查，并保存该记录至少五年。使用武器后，并应及时报告该军事营区最高指挥官。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二条。第十二条，主管机关应遴聘相关机关各代表及专家学者组成调查小组，得依职权或依军事机关之申请，就所属人员使用武器或器械致人死亡或重伤争议事件之使用时机，或者与相关行政责任进行调查及提供意见。前项调查小组对于武器或器械使用妥适性之判断，得考量使用人员当时之合理认知。第一项调查小组得提供军事机关使用武器或器械之教育训练及伦理促进等建议事项，其组织及运作方式由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三条。第十三条，指挥官、执行军官、士官及卫哨兵使用武器或器械致现场人员伤亡时，应迅速通报救护或送医，并做必要之保护或救护。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四条。第十四条，前条人员所属军事机关接获通报后，应进行调查，并提供该人员涉送辅助及咨商辅导。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五条。第十五条，人民应指挥官、执行军官、士官及卫哨兵依本条例规定实施安全检查、强制确离或采取必要之措施，或因军事机关所属人员依本条例规定实施军事营区安全管束，致生命、身体或财产遭受特别牺牲之损失时，得向指挥官、
执勤军官、士官、卫哨兵或实施管束人员所属之军事机关请求补偿，但有可归责于该人民之事由时，得减轻或免除其金额。指挥官、执勤军官、士官及卫哨兵依本条例规定使用武器或器械，致第三人生命、身体或财产遭受特别牺牲之损失时，第三人得向指挥官、执勤军官、士官及卫哨兵所属之军事机关请求补偿，但有可归责该第三人之事由时，得减轻或免除其金额。前额项损失补偿，应于之有损失时起二年内请求之，但自损失发生后经过五年者不得为之。对于军事机关所为损失补偿之决定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第一项及第二项补偿项目基准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六条。第十六条，指挥官、执行军官、士官及卫哨兵执行军事营区安全勤务，违反本条例规定使用武器或器械，致侵害人民自由或权利时，依国家赔偿法规定办理。前项情形为执行军事营区安全勤务人员出于故意行为所致者，赔偿义务机关得向其求偿。宣读完毕。照行政院提案条文通过第十七条。第十七条，以窃取、毁坏或其他非法方法危害重要军事设施之功能正常运作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一千万元下罚金；意图危害国家或军事安全而犯前项之罪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五千万元下罚金。前额项减刑至酿成灾害者，加重减刑至二分之一；因而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一亿元以下罚金，致重伤者处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八千万元以下罚金。第一项及第二项之未遂犯罚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八条。第十八条，对重要军事设施之核心资通系统以下列方法之一危害其功能正常运作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一千万元下罚金：一、无故输入其账号密码，破解使用电脑之保护措施，或利用电脑系统之漏洞而入侵其电脑或相关设备；二、无故以电脑程式或其他电子方式干扰其电脑或相关设备；三、无故取得、删除或变更其电脑或相关设备之电磁记录；制作专供犯前项之罪之电脑程式，而供自己或他人犯前项之罪者，一同；意图危害国家或军事安全而犯前额项之罪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五千万元下罚金；前三项减刑之酿成灾害者，加重其刑之二分之一；因而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一亿元以下罚金；致重伤者，处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八千万元下罚金。第一项至第三项之未遂犯罚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九条。第十九条，违反第六条第一项第三款规定，未经军事机关许可，于军事营区内从事测量、录影、摄影、描绘技术或其他侦查行为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公犯前项之罪所用或犯罪预备之物，其所生之文字、图画、声音、影像、电磁记录及其附着物或其他物品，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没收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条。第二十条，以加害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之事恐吓，依本条例执行军事营区安全勤务之卫哨兵或执勤军官、士官者，处二年下有期徒刑、军役或新台币二十万元下罚金。宣读完毕。照协商条文通过，委员王定宇、台湾民众党党团分别提案第十四条，均不予采纳；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违反第六条第一项第一款规定，未经许可进入军事营区者，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四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下罚锾，并令立即离开军事营区，其经告诫仍不离开者，得按次处罚。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下罚锾。一、违反第六条第一项第三款规定，未经许可于军事营区外对其从事测量、录影、摄影、描绘技术或其他侦查行为，足深损害于军事营区安全；二、违反第六条第一项第四款规定，未经许可为足以影响军事营区安全之行为。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违反第六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未经许可携带录影、摄影器材、观测器、枪炮弹药东西或其他妨害军事营区安全之物品进入军事营区，经劝告交付保管而拒不听从者，废止其进入许可，并得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下罚锾。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台湾民众党党团提案第十七条不予采纳。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军事机关派驻或驻扎与军事营区以外处所执行警戒管制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助于维护该处所安全之必要勤务之人员，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其执行勤务准用第十条至第十六条规定。宣读完毕。照行政院提案条文通过。台湾民众党党团提案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委员王定宇等提案第十七条，台湾民众党党团等提案第二十条均不予采纳。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本条例施行日起由行政院定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第一条，为维护军事营区安全，确保军事演习、训练及战备任务之遂行，达成国军建军、战备及防卫国家安全之目的，特制定本条例。第二条，本条例之主管机关为国防部。第三条，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一、军事营区，指重要军事设施或军事机关之驻地，经军事机关通报相关机关管制之军事演习或军事训练场域，或于演习或训练期间视为军事营区。二、军事营区安全勤务，指实施警戒管制及其他直接或间接助于维护军事营区安全之必要勤务。三、军事机关，指国防部及所属机关构、部队、学校、国家安全局及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视为军事机关。四、卫哨兵，指在军事营区执行军事营区安全勤务之卫兵、哨兵或其他担任警戒职务之军人。五、卫哨所，指卫哨兵执行军事营区安全勤务之处所。六、武器，指手枪、步枪与其他枪械及刺刀。七、器械，指警棍、电器及警棍器、瓦斯枪弹、捕绳网、各式束带及其他器具。八、装备，指执行勤务所需之器械、防弹背心、头盔等防护安全之相关配备。九、核心资通系统，指直接用于重要军事设施且防护需求等级为高之作战指挥管制、战备训练及管理资讯系统。前项第一款重要军事设施之种类，由主管机关公告之。重要军事设施或军事机关驻地，属居民合用者，军事营区之范围，由主管机关会商相关机关公告。第一项第一款军事机关通报之方式、内容、管制场域之公告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会商相关机关定之。第一项第三款军事机关，经主管机关公告不列管制者，不适用本条例之规定。第一项第六款及第七款武器及器械之种类，由主管机关定之。第四条，军事机关得于军事营区之重要处所开设卫哨所，并配置卫哨兵，执行军事营区安全勤务。军事机关得视安全维护需要，于军事营区四周必要范围内装置监视警报系统或阻绝器材等有关安全防护设施。第五条，军事营区安全勤务由各级主官或其授权人员（以下简称指挥官）指挥实施，执行军官士官督导卫哨兵执行。其项人员于执行军事营区安全勤务时，得配备武器、器械或装备。第六条，
非经军事机关许可，不得于军事营区或对其为下列行为：一、进入军事营区；二、携带录影、摄影器材、观测器、枪炮弹药、刀械或其他妨害军事营区安全之物品；三、从事测量、录影、摄影、描绘技术或其他侦查行为；四、其他经主管机关公告影响军事营区安全之行为。前项许可之申请审查程序、许可条件、废止许可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第七条，卫哨兵对申请进入军事营区之人或物得实施安全检查，对拒绝检查或经检查不符合军事机关管理规定者，应拒绝其进入军事营区，至有妨害军事营区安全之余时，得强制驱离。卫哨兵对离去军事营区之人或物得实施安全检查，对拒绝检查者，得以强制力实施之。指挥官、执勤军官、士官对无故侵入军事营区者，得命强制驱离或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有事实足任有刺探、收集国家机密或国防机密、军事机密行为者，得以刑事诉讼法第88条规定进行逮捕，并即送交检察官、司法检察官或司法警察。前三项安全检查强制确立，其他必要措施之实施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第八条，军事机关所属人员未及时阻止违法行为之发生，避免急迫危险或防止危害过大，得基于维护军事营区安全之必要，对军事营区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实施军事营区安全管束，并得检查受管束人之身体及所携带之物：一、因精神疾病服用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或酒醉而生脱序行为；二、意图自杀或自伤；三、暴行或斗殴；四、其他认为必须救护或有危害军事安全之余，非管束不能救护或不能预防危害。前项实施前项军事营区安全管束时，应立即呈报指挥官，将受管束人安置或隔离于寝室、医务所或其他适当之处所，并应及时以适当方法通知或交由受管束人之配偶、二亲等内亲属或其指定之人或适当之机关过或人员保护。第一项军事营区安全管束应于危险或危害结束时终止之，管束时间最长不得于24小时，但于航行中之军用舰艇，经指挥官给予受管束人陈述意见之机会后，不在此限。前项后段但说情形不适用提审法之规定，军用舰艇返抵国内港口后，受管束人或第三人申请提审时，应将受管束人立即解交法院。第一项军事营区安全管束之实施方式、程序、管理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第九条，行为人对于指挥官、执行军官、士官及卫哨兵依第七条所谓安全检查、强制驱离或其他必要措施，或对于前条军事机关所属人员实施军事营区安全管束不服者，除其他法律另有规定外，得当场向其陈述理由，表示异议。前项异议，指挥官、执勤军官、士官及卫哨兵或实施军事营区安全管束之军事机关所属人员认为有理由者，应立即停止或变更；任无理由者，得继续执行。经行为人请求者，应将其异议要旨制作记录交付之。第十条，指挥官、执勤军官、士官及卫哨兵执行军事营区安全勤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得使用器械，必要时得使用武器：一、为避免非常变故维持军事营区安全；二、骚动行为足以危害军事营区安全；三、遥控无人机或其他无人飞行物体飞越军事营区而有危害国防或军事之设施或机密资讯之余；四、警戒管制之场所、建筑物、工作物、车船、航空器或财产遭受危害；五、依法应逮捕之人拒捕脱逃或他人助其拒捕脱逃时；六、执行军事营区安全勤务人员之生命、身体、自由或装备遭受危害或胁迫，或有事实足任有受危害之余，
七、人民之生命、身体、自由、财产遭受危害或胁迫，或有事实主任有受危害之余；八、持有凶器有滋事之余，经告诫抛弃仍不听从；九、依第七条规定执行安全检查，强制确立或其他必要措施，非使用武器或器械不足以强制或制止。卫哨兵依前项第一款至第五款或第九款规定使用武器时，应依指挥官或执行军官士官命令执行。发生第一项第四款、第六款或第七款之情形，指挥官、执行军官士官及卫哨兵执行军事营区安全勤务，无法有效使用武器或器械时，得使用其他足以达成目的之物品。该物品于使用时视为武器或器械。第十一条，前条人员使用武器时，应先实施警告，但遭受突发性攻击而不及实施警告，或任何人意图夺取武器而有前条第一项第六款或第七款之情形时，不再实现。前条人员使用武器或器械时，应注意下列事项：一、需基于事实需要合理使用，不得逾越必要程度；二、非情况急迫勿伤及致命之部位；三、使用原因已消灭，应立即停止使用；四、勿伤及其他第三人。前条人员使用武器或器械后，应将经过情形做成书面记录，由使用人员所属之军事机关备查，并保存该记录至少五年。使用武器后，并应及时报告该军事营区最高指挥官。第十二条，主管机关应遴聘相关机关各位代表及专家学者组成调查小组，得以职权或依军事机关之申请，就所属人员使用武器或器械致人死亡或重伤争议事件之使用时机、过程与相关行政责任进行调查及提供意见。前项调查小组对于武器或器械使用妥适性之判断，得考量使用人员当时之合理认知。第一项调查小组得提供军事机关使用武器或器械之教育训练及伦理促进等建议事项，其组织及运作方式由主管机关定之。第十三条，指挥官、执勤军官士官及卫哨兵使用武器或器械致现场人员伤亡时，应迅速通报救护或送医，并做必要之保护或救护。第十四条，前条人员所属军事机关接获通报后，应进行调查，并提供该人员受送辅助及咨商辅导。第十五条，人民应指挥官、执勤军官士官及卫哨兵依本条例规定实施安全检查，强制确立或采取必要之措施，或因军事机关所属人员依本条例规定实施军事营区安全管束，致生命、身体或财产遭受特别牺牲之损失时，得向指挥官、执勤军官士官卫哨兵或实施管束人员所属之军事机关请求补偿，但有可归责于该人民之事由时，得减轻或免除其金额。指挥官、执行军官士官及卫哨兵依本条例规定使用武器或器械致第三人生命、身体或财产遭受特别牺牲之损失时，第三人得向指挥官、执行军官士官及卫哨兵所属之军事机关请求补偿，但有可归责该第三人之事由时，得减轻或免除其金额。前二项损失补偿应于知有损失时起二年内请求之，但自损失发生后经过五年者不得为之。对于军事机关所为损失补偿之决定不符者，得依法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第一项及第二项补偿项目基准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第十六条，指挥官、执行军官士官及卫哨兵执行军事营区安全勤务，违反本条例规定使用武器或器械致侵害人民自由或权利时，依国家赔偿法规定办理。前项情形为执行军事营区安全勤务人员出于故意行为所致者，赔偿义务机关得向其求偿。第十七条，以窃取、毁坏或其他非法方法危害重要军事设施之功能正常运作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下罚金；意图危害国家或军事安全而犯前项之罪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5000万元下罚金。前二项情形致酿成灾害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因而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人民科新台币1亿元以下罚金，致重伤者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人民科新台币8000万元以下罚金，第一项及第二项之未遂犯罚之。第18条，对重要军事设施之核心资通系统，以下列方法之一为害其功能正常运作者，处1年以上7年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下罚金：一、无故输入其账号密码，破解使用电脑之保护措施，或利用电脑系统之漏洞而入侵其电脑或相关设备；二、无故以电脑程式或其他电子方式干扰其电脑或相关设备；三、无故取得、删除或变更其电脑或相关设备之电磁记录；制作专供犯前项之罪之电脑程式，而供自己或他人犯前项之罪者，一同；意图危害国家或军事安全而犯前额项之罪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5000万元下罚金。前三项情形之酿成灾害者，加重其刑之1/2，因而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亿元下罚金；致重伤者，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8000万元以下罚金。第一项至第三项之未遂犯罚之。第19条，违反第6条第一项第三款规定，未经军事机关许可，于军事营区内从事测量、录影、摄影、描绘技术或其他侦查行为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共犯前项之罪，所用或犯罪预备之物及所生之文字、图画、声音、影像、电磁记录及其附着物或其他物品，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没收之。第20条，以加害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之事恐吓，依本条例执行军事营区安全勤务之卫哨兵或执其军官士官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20万元以下罚金。第21条，违反第6条第一项第一款规定，未经许可进入军事营区者，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4万元以上20万元下罚锾，并令立即离开军事营区，其经告诫仍不离开者，得按次处罚。第2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下罚锾：一、违反第6条第一项第三款规定，未经许可于军事营区外对其从事测量、录影、摄影、描绘技术或其他侦查行为，足生损害于军事营区安全；二、违反第6条第一项第四款规定，未经许可为足以影响军事营区安全之行为。第23条，违反第6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未经许可携带录影、摄影器材、观测器、枪炮、弹药、刀械或其他妨害军事营区安全之物品进入军事营区，经劝告交付保管而拒不听从者，废止其进入许可，并得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下罚锾。第24条，军事机关派驻或驻扎于军事营区以外处所，执行警戒、管制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助于维护该处所安全之必要勤务之人员，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其执行勤务准用第10条至第16条规定。第25条，本条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制定通过。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由委员登记发言。首先请李德伟委员发言，并截止发言登记。主席、蔡副院长、各位委员同仁、各位媒体朋友，我想今天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三读的通过，草案的重点是本法为了修正相关营区安全的规范，将过去营区门哨安检的措施、营区安全管束措施、军事设施防护等行政命令提升至法源的位阶。而这当中包括未经许可不得进入营区携带摄录影相关的装备，或对于营区实施
涉入等侦查行为，并因应科技的演进，不得违反营区安全的行为，订定相关的规范。国民党当然支持相关提高军事营区卫哨安全的执行与应变的措施，但是这里面也应该避免让民众对于本法恐有扩权或者设置不安的疑虑。希望国防部在这个母法通过以后，尽速将配合本法的七个法规、四个公告研议出来，而这里面将临时划定的演习区以及训练区列入军事营区，这样子会不会让很多不知情的民众，他所谓的军事迷拍照摄影，就会有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罚款的一个疑虑？这个部分应该公开向大众、社会大众沟通说明，让这个法令的推动维护了相关军事营区的安全，也保障民众的权益，达到国军建战军备以及防卫国家的安全目的。谢谢。接下来请邱成元委员。好，谢谢主席还有全体国人。很欣慰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可以在本届完成三读。台湾民众党重视军事营区安全的维护以及人民权益的保障，因此提出本党团草案版本参与审查，未来除可强化军事营区的安全，同时将各项涉及人民权益的措施提升至法律位阶的规范，使符合法律保留原则，以确保民众权益，而且达成国军建军备战与防卫国家的安全目的。有鉴于两岸情势的恶化，中共对我方重要营区的窥探日益增加，以及过去常有假装军事迷刻意透过无线电监听塔台通讯，掌握军机起降时间，并在军机场跑道拍摄战机起降等行为，或是随队拍摄国军地面部队演习时，以及未经许可之下自行追踪拍摄重大演训，或是刻意骚扰军事营区等情势，无法有效因应处理。因此，今天的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的三读至关重要。未来除可依立法立即处置，并可事后追溯防范相关影片、照片等不当刊登媒体或社群，同时包含这个网络地图等应用软体，也不得任意揭露我国军事营区的布防情形。不过，本案的审查也凸显容易使民众入罪的疑虑，有待国防部进一步完善明确各项执法，明确以有故意犯案之动机者为惩戒标的，并达成有效防治对岸情报工作人员的渗透行为为立法目标。在本案完成三读之后，相关的执法草案预告发布前，均依照规定通报相关行政院审查，以确保事切周延。最后再表达本党团签字同意协商，也谢谢所有的委员同意。谢谢。接下来请邱。接下来，进行讨论事项第13案《原住民身份法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内政委员会分别于111年5月9日、111年5月12日、111年5月23日、112年4月27日及112年12月11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政召警员天才及由召警员玉兰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并邀请相关机关列席报告并被质询。于报告及询答完毕后，旋即进行逐条审查。与会委员听取说明，并经审慎研商及缜密讨论后，将全案并案审查完竣。本案并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由召集委员玉兰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由委员玉兰补充说明。由委员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原住民身份法，请宣读第一条。
第一条，未认定原住民身份，保障原住民权益特制定本法。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条。第二条，本法所生原住民，包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其身份之认定，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依下列规定：一、山地原住民，台湾光复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区域内，且户口调查部登记其本人或直系血亲尊亲属属于原住民者；二、平地原住民，台湾光复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区域内，且户口调查部登记其本人或直系血亲尊亲属属于原住民，并申请户籍所在地乡镇市区公所登记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行第三现行条文第三条删除。第三条。第三条，父或母为原住民且符合下列各款规定之一者，取得原住民身份：一、取用父或母所属原住民族之传统名字；二、取用汉人姓名并以原住民族文字并列父或母所属原住民族之传统名字；三、从具原住民身份之父或母之姓。依前项第二款规定取得原住民身份者，其子女从其姓者，应依同款规定取得原住民身份。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四条。第四条，非原住民今年满40岁，且无子女之原住民双亲共同收养，且符合下列各款规定者，取得原住民身份：一、被收养时未满7岁；二、取用或以原住民族文字并列收养者之一所属原住民族之传统名字，或从收养者之一之姓。本法施行前未满7岁之非原住民，为原住民父母收养者，不受前项双亲需年满40岁且无子女规定之限制。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五条。第五条，原住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丧失原住民身份：一、依前二条规定取得原住民身份后，因变更姓名至未符合各该规定；二、依前条规定取得原住民身份后终止收养关系；三、成年后申请放弃原住民身份；四、依本法中华民国110年1月27日修正施行前之第四条第三项规定取得原住民身份，位于本法112年12月18日修正之条文施行之日起算2年内，取用或以原住民族文字并列原住民父或母所属原住民族之传统名字，或从原住民父或母之姓。依前项第三款规定丧失原住民身份，且无同项第一款或第二款规定情事者，得申请回复原住民身份，其回复以一次为限。依第一项第三款规定申请丧失原住民身份者，其申请时之直系血亲卑亲属之原住民身份不丧失。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行条文第六条删除。第六条。第六条，未取得原住民身份，当事人得申请取用或以原住民族文字并列原住民族传统名字，或从具名原住民身份之父或母之姓。当事人未成年时，由法定代理人以书面约定申请；成年后依个人意愿申请，不受民法第1059条第一项、第四项、第1078条第一项、第二项及姓名条例第一条、第二项规定之限制。依前项规定申请取得原住民身份，除出生登记外，未成年时及成年后各以一次为限。养子女依第一项规定申请取得原住民身份者，得以利害关系人身份，依户籍法第65条规定，向户政事务所申请本身父母之户籍资料或户籍誊本。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七条。第七条，符合第二条至第四条规定取得原住民身份之要件，而于申请取得原住民身份前死亡者，其子女准用第三条及前条之规定取得原住民身份。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八条。第八条，山地原住民与平地原住民结婚，得约定变更为相同之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身份，其子女之身份从之；未依前项规定约定变更为相同之原住民身份者，其子女于未成年时，得由法定代理人协议或成年后依个人意愿取得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身份。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委员郑天才等提案第八条之一不予增订第九条。第九条，原住民依其父或母之所属民族登记其民族别，其原住民族传统名字或从姓应与其登记之民族别相关联，且向原住民民族别之认定、登记、变更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条。第十条，原住民身份取得丧失、变更或回复之申请，由户政事务所受理，审查符合规定后，于户籍资料内为原住民身份别及民族别之登记，并于登记后发生效力。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一条。第十一条，因户籍登记存误脱漏或其他原因，误登记为原住民身份或漏未登记为原住民身份者，当事人户籍所在地之户政事务所应予知悉后，出面通知当事人为撤销或更正之登记，或由当事人向户籍所在地之户政事务所申请查明，并为撤销或更正之登记。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二条。第十二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一条，为认定原住民身份，保障原住民权益，特制定本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原住民，包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其身份之认定，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依下列规定：一、山地原住民，台湾光复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区域内，且户口调查部登记其本人或直系血亲尊亲属属于原住民者；二、平地原住民，台湾光复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区域内，且户口调查部登记其本人或直系血亲尊亲属属于原住民，并申请户籍所在地乡镇市区公所登记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第三条，父或母为原住民，且符合下列各款规定之一者，取得原住民身份：一、取用父或母所属原住民族之传统名字；二、取用汉人姓名并以原住民族文字并列父或母所属原住民族之传统名字；三、从具原住民身份之父或母之姓。依前项第二款规定取得原住民身份者，其子女从其姓者，应依同款规定取得原住民身份。第四条，非原住民经年满四十岁且无子女之原住民双亲共同收养，且符合下列各款规定者，取得原住民身份：一、被收养时未满七岁；二、取用或以原住民族文字并列收养者之一所属原住民族之传统名字或从收养者之一之姓。本法施行前未满七岁之非原住民为原住民父母收养者，不受前项双亲需年满四十岁且无子女规定之限制。第五条，原住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丧失原住民身份：一、依前条规定取得原住民身份后，应变更姓名之未符合各该规定；二、依前条规定取得原住民身份后，终止收养关系；三、成年后申请放弃原住民身份；四、依本法中华民国110年1月27日修正施行前之第四条第三项规定取得原住民身份，位于本法112年12月18日修正之条文施行之日起算二年内，取用或以原住民族文字并列原住民父或母所属原住民族之传统名字或从原住民父或母之姓。依前三项第三款规定丧失原住民身份，且无同项第一款或第二款规定情事者，得申请回复原住民身份，其回复以一次为限。依第一项第三款规定申请丧失原住民身份者，其申请时之直系血亲卑亲属之原住民身份不丧失。第六条，未取得原住民身份，当事人得申请取用或以原住民族文字并列原住民族传统名字或从具原住民身份之父或母之姓。当事人未成年时，由法定代理人以书面约定申请；成年后依个人意愿申请，不受民法第1059条第一项、第四项、第1078条第一项、第二项及姓名条例第一条、第二项规定之限制。依前项规定申请取得原住民身份，除出生登记外，未成年时及成年后各以一次为限。
养子女依第一项规定申请取得原住民身份者，得以利害关系人身份，依户籍法第65条规定，向户政事务所申请本身父母之户籍资料或户籍誊本。第七条，符合第二条至第四条规定取得原住民身份之要件，而于申请取得原住民身份前死亡者，其子女仍由第三条及前条之规定取得原住民身份。第八条，山地原住民与平地原住民结婚，得约定变更为相同之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身份，其子女之身份从之。未依前项规定约定变更为相同之原住民身份者，其子女于未成年时，得有法定代理人协议或成年后依个人意愿取得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身份。第九条，原住民应依其父或母之所属民族登记其民族别，其原住民族传统名字或从姓应与其登记之民族别相关联，且向原住民民族别之认定、登记、变更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定之。第十条，原住民身份取得丧失、变更或回复之申请，由户政事务所受理审查，符合规定后，于户籍资料内为原住民身份别及民族别之登记，并于登记后发生效力。第十一条，因户籍登记错误、脱落或其他原因，误登记为原住民身份或漏未登记为原住民身份者，当事人户籍所在地之户政事务所应予知悉后，书面通知当事人为撤销或更正之登记，或由当事人向户籍所在地之户政事务所申请查明，并为撤销或更正之登记。第十二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全案经过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原住民身份法修正通过。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由委员登记发言。首先请郑天才委员发言，并截止发言登记。主席、各位委员，这次的原住民身份法的修正，第一个是因应现判至第四号判决，将这个明定从原住民父亲的姓并列传统名字，可以取得原住民身份。第二个重点是有关我们这个本身父母亲还没有这个原住民身份的时候，将自己的孩子出养给这个非原住民，后来本身父母取得原住民身份之后，但是依现行的规定，这个养子女必须要终止收养关系之后，才可以申请取得原住民身份。我特别提出修法，跟行政院版都一起来讨论，可以不用终止收养关系，而且明定排除民法第1078条的规定。这个我们的养子女就可以申请取得原住民身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条文尤其是我特别增加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也就是说，养子女他要申请取得原住民身份的时候，依现行内政部的规定养子女不能申请本身父母的户籍誊本。那他如何去申请？没有户籍誊本，他如何去申请？所以我特别要求一定要增加这一项这个养子女得以利害关系人身份可以申请这个户籍本身父母的户籍誊本这个也通过了。另外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避免修法修恶就是说现行的规定就是符合规定就可以申请取得原住民身份，但是行政院版特别加了得申请取得原住民身份，这会让户政机关误解，以为
接下来请廖国栋委员。院长，各位同仁，今天原住民身份法终于完成三读，这个是历尽千辛万苦经过朝野协商得以完成的一个法案。那么相关的内容，刚刚我们郑委员已经做一个的说明。我要特别要提的是，这个法案在去年在2011年的4月1号的时候，宪判就已经出来了。但是我们看到的原民会都没有动作，都没有动作，是在最近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情形呢，是对原住民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过程一个结果一个法案的一个定。所以我们在委员会的时候是大声疾呼要求赶紧召开。我要谢谢我们的招委很快的安排了这个审查得以完成。这个法案的后续荣获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们的原民会却迟迟没有进一步的一个行动。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求未来这个法案呢跟以前的三保条例37条一样，都是我本人也是国民党的这个招委负责协调完成的，最后才完成以后这个执政党就进行收割，本人非常的不以为然。最后我要再次的提出原住民自治法、土海法、土调会组织条例、工作权保障法都有待继续完成，希望我们朝野共同为原住民的权利来执行相关的法律进度。谢谢。报院会本日会议进行到此为止。12月19日星期二上午9时继续开会，进行后续讨论事项。现在休息。